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Aura。今天我陪我爸妈来看冰雪，然后温哥华今天下雨，超冷的。今天是我爸我妈第一次看冰雪，也是我第一次看温哥华的冰雪，哈哈哈。我就回家追《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》第三季，一下子就有8集，好开心！我们今天来看太阳马戏团，然后太阳马戏团对面呢，这个是我们上次看冰球的地方。4点半的时候，现在4:15左右，然后排长队。我们进来了，爸爸妈妈，走了，开始了。妈妈，我们是2号，我们2号。